啊，新鲜水果苏梅。 北京那个是高家大院。对。我这人要说。
Thank you.
来中香了，然后大中香就没放去给给我东西嘛，就没用的东西。我放的现在也值钱了，不就不一样了。就能拍出来啥样？嗯，你把这东西弄起来，你现在看到的更好。
来，烤肉上衣了。
Thank you.